爆炒水煮鲈鱼。你到底是爆炒还是水煮？哈哈哈哈哈。李哥在这做饭呢。李哥炒两个菜，我炒海鲜，海鲜，我炒这个鸡胗子。米饭，米饭。嗯，这个锅蒸米饭特别香，也方便。我先看一下这个米饭啊，我过会儿再来切鸡胗。差不多了，我觉得。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盖上。我还行，我小一点，不能太大。我鱿鱼，我点一下，刚点一下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好嘞，这就成了。好的，然后这剩下的拿去炒虾。哦，咱也会了。咱也会了哈。好了，海鲜也做起来蛮快的。我也给你看一下啊。嗯。翻个锅。大蒜、生姜、姜丝儿，把锅里先爆香。香了以后呢，这是鸡胗子，清洗了一下，焯了个水，然后切片儿。这么下锅，嗯，我这个菜炒的比较辣哦。我吃辣也比较可以，池子哥吃辣是我的两倍，只能用猛来形容。这个鸡胗子炒熟炒香了，下辣椒，其实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搞了点这个平菇，就是说觉得炒个菜还是用点平菇吧，平菇在国外不太好弄哎，有的超市都买不到。这种平菇，蘑菇炒肉用的这个。哇，这个泡椒，土耳其。是个超市都有卖这种泡椒的，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。海盐，老抽，这是生抽，这是生抽，小心酱油。是不是刚才翻了掉了一下？好像是啊，好好去点，我再拿我筷子。好香，再把昨天的牛肉一热就可以开饭了。狮子哥吃饭。你开玩笑，我们是专业的厨师。来，两位哥好，第二个晚上 啊，第二个晚上，我们还在研究去哪去玩，知道吗？好，是吧？哇，哎，你先尝一下这个够不够辣？对，他炒这个炒很好吃的，还有他炒那个牛肉也好吃的。池子哥一个人都能吃半瓶那个，就是剁椒泡椒，他能吃半瓶一顿饭啊。就这种菜，拿个放在饭里面拌一下，很好吃的。对对对，我也觉得，哎，我这样加一点拌一下。这一下海鲜，捧了个铁饭碗。尝一下，好吃，我觉得蛮下饭的。他炒这个啥，很好吃的。多好吃。Az önce de söylediğim gibi
我们三个研究最近怎么玩，我等会儿查一下攻略。海鲜我是 不太会做，主要是我从处理那一步我就不会。不是，没有，他送过来，我们再买一些东西，找中国人买一些佐料调料什么的，因为我们三个决定明天去做个核酸检测，然后再买飞机票飞地中海中间的一个小岛塞浦路斯，北塞浦路斯飞过去，到那边去海岛度个假。这边有点冷啊，虽然说有阳光，但是还是想到去热带岛屿度个假。我有一个灵魂之问啊！我有一个灵魂之问，为啥？去了北塞是不是将来注定不了塞浦路斯了？那我也不去塞浦路斯。应该不会吧？管他呢！我要是从小练滑雪，现在绝对没在这和面，全是皮肉，所以说我有先天的优势。哎，和面，好好和面，先和面吧。哎呀，我看一下，下一届是2026年，然后我还来得及。2020年我还在和面呢。春天本身就容易感冒了，春季流感，现在温度升高了吗？哎呀，喝点水。哎，这个厉害哦。对啊，这个厉害，我就一直在看人家如何滑。德国的好像，明年我要有这个水平。这个德国的，第一德国，第一德国。哇，牛逼，又有力又快又准，对，活的面又好。我现在可是正儿八经的白案师傅，你看这面和的非常不错，现在醒一下，明天可以做个拉面吃。哇，刚才洗了个澡，看了一下冬奥会。大家有机会真的是可以走出家门，带着小孩或者自己去这个冰雪世界锻炼锻炼，滑滑雪，是不是挺好的？至少我以前看不太懂，现在呢看得还行，你知道吗？至少觉得哎，这个从人家这个姿势上是能学点东西。明天呢我们三个人准备呢先去做一个核酸检测，然后呢再订票去这个北塞浦路斯那边去溜达一圈，也算是去地中海中间的一个小岛度个假。北塞浦路斯，然后我再去黎巴嫩，再去叙利亚，再去约旦，争取呢再入境沙特，再走卡塔尔和巴林，这样子我就把这个中东这一带走得七七八八。到时候看一下，马达加斯加开不开，突尼斯好不好入境，基本上就差不多了，就可以从这一带呢挪到，争取是应该是挪到东南亚。如果东南亚都像泰国一样的开放了啊，这东南亚那边开放多一点国家，在那边守着下半年就在那守着。如果说那边开的不是很多，我就想到那不行，我就回黑非洲继续走这个南非那边那几个国家。反正现在大概方向就这样的，因为疫情期间嘛，谁说不准是不是啊，就这样子了。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，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拜拜。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，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，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，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，大家记得点赞哦。